原标题：安史之乱，颜真卿兄长满门惨死。纪实文稿背后的故事，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礼仪，在浩若繁星的典册中留存着许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今天就请诸君和笔者一道，穿过漫漫历史长河，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时代，可惜唐皇李隆基老迈昏聩，把偌大的大唐推向了深渊。晚年的李隆基宠信奸臣，全襄阳国中为了一己私利，明里暗里的给安禄山行各种方便，这就导致了日后安史之乱爆发时，各地先有敢于和安禄山对抗的势力。颜真卿是出名门，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颜回的后代，颜氏家族传承悠久，早在先秦就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颜真卿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自然不会是尔尔之辈。颜公书法天下皆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颜真卿除了是一代书法宗师之外，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颜真卿自如其人，因为不愿取媚权贵而被杨国忠所厌恶。颜真卿被贬为平原太守后，大力发展农桑，平原郡的百姓倒也在安史之乱前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平静。颜真卿雕像平原郡地处河北境内，在安禄山势力范围之内，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安史之乱爆发时，河北东北各地大多望风而降，只有颜真卿和颜浩卿兄弟俩所主政的平原常山竭力抗争，拒不从贼。颜真卿统兵有方，联合周边郡县共同抵御叛军，让安禄山很是头痛。可惜他的哥哥颜浩卿却因为孤立无援，被安史叛军所击败。安禄山抓住颜浩卿后，曾想让后者投降，妄图利用颜浩卿的世家身份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可他却低估了颜浩卿的气节，堂堂名门之后怎么会甘愿为胡人马前驱。安禄山见利又不成，又心生一计，用颜浩卿儿子颜季明的性命来威胁他投降。彼时的安禄山却未想到颜浩卿不吃这一套，他的计谋对颜浩卿一点用也没有，恼羞成怒的安禄山见招降不得，竟然丧心病狂地屠灭颜浩卿的满门老小。当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找到兄长侄子的遗骨，已经是这桩惨祸后的第二年。面对家人的残骸，悲愤交加的颜真卿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文物纪实文稿。颜真卿声泪俱下的控诉了安史叛军的残暴和常山周边守将的麻木决意，写至动情处。时年五十岁的颜真卿竟然用没有墨汁的毛笔硬生生勾勒了字形。纪实文稿安史之乱使敌云巅之上的大唐骤然跌入了深渊，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巍巍盛唐就此江河日下，再不复昔时光景。可悲的是，若干年后的颜真卿因为权臣迫害，即使年近八旬，依然被朝廷派往淮西平叛，惨死于乱军之下。今年元旦时节，台北故宫不知何故竟然把臂展保存几十年的纪实文稿送往日本东京展览，不知作此主张的人们看到纪实文稿上子孙宝之四字时作何感想。参考文献新唐书资治通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